约伯记42章5到6节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是阿伦。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轻视一个基督徒对神的信仰，当谈论到基督的救赎，他们更有一些不敬虔的批评和话语。啊，这些批评的人，他们有一天可能要遇见基督，那时他们就会像约伯一样的说：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有时基督徒对神的道路也会疑惑抱怨，这是因为信心的眼睛离开了基督。我的心啊，你要警醒，当你再次见到基督的时候，你必须收回你所有的疑惑或是抱怨埋怨的话语，你必须悔改。约伯记42章5到6节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